可以吗？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，犹如你落河底，经过几道闪电，看到一堆光圈。你想上车顶拍吗？确定是不是真的？不要紧啊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。这么勇敢啊！怀着孕都爬上去了，宝宝一定很健康。妈妈，妈妈非常有活力。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，我确定是你，可你怎记得我？妮儿也可以自己掰，你如果觉得我带来了灵界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你，注定是一车相遇。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。早树每当秋天到来，把草装满口袋。我记得除了朋友，我还做过你的束缚，你总喜欢跟在我后面，可以靠近一点，只是为了那几个空间。这个角度又显出越好看。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，后来战争爆发，你上战场后就再也不回来。守不到你的心，我们曾这样重复分离，却要重新开始，相互送别的地方。就我们在地方大草原去看，再次适宜着相聚。用马的，谢谢，来，你俩一起拍个照。